好，在上面第四段，作者介绍了老年人投资时有哪些注意地方，该怎么投资。那屏幕前的多数是年轻的朋友，那年轻人该怎么投资呢？哎，作者在第五段娓娓道来，咱们接着看第五段，看屏幕。他说：“If you're younger and in a solid financial position, you may decide to take an aggressive approach, but only if you are blessed with a sanguine disposition.” And won't suffer sleepless nights over share prices. 作者说了，如果你要是比较年轻的话，前面这个 if 一直到 position 这儿结束，这当然是条件状语从句，中间用 and 去连接，if 从句里面两个小并列句啊。如果你年纪比较小，并且呢处在比较殷实的这么一个经济状况，就是家里比较有钱，收入不错这么一个状况，这个 position 咱们三册38课讲过，可以表示地位、处境、状况。然后呢，后面白颜色的是句的主句了，你可能呢就决定呢去采取一个比较进取型的这种方式方法。Approach 在这不是途径，就是做某事的具体的方式方法，它也可以表示接近某地的路途、途径、通道等等等等，这是方法啊。但是怎么样呢？但是 only， 但是只是在这种情况下 ，but 是并列连词 ，only 引出了一个状语，但是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你。非常幸运的拥有一个比较乐天派的这么个脾气秉性，并且不会因为股票的这个价格而遭受那些不眠之夜，就是股票一跌就睡不着觉了啊。这个里面出现 be blessed with， 这在第三课就讲过，可以表示有某种好的东西。这个 sanguine 表示乐天派的，就比较乐观的，类似于 optimistic。咱们也会说 disposition 就是人的脾气或秉性。并且 suffer 是遭受了某个不愉快的东西，这有感情色彩的。后面 over 在这 over 表示因为的意思，因为或者是关于，这些细节咱们一会儿会说。好，把大的文法看清之后，这句话里细节很多。第一个先看这个 solid financial position， solid 咱们讲过很多意思，比如说表示结实的，表示固体的，表示三维立体的等等等等，在本文中又是另外一个意思。Solid here means financially sound， 在经济方面很好的，就是我们常常翻译成殷实的，家境殷实的，有钱的，就是经济状况不错。然后后面这个 financial position 是我们三册讲过知识，先复习。position 这里表示 the situation that someone is in， especially when this affects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就是某个人处于的这个地位、处境或状况。尤其是指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他们能或不能做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地位、处境或者是状况，叫做 position。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三册的第四册的36课，那就是我们本书213页的第五行，36课里面213页第五行曾经见过，咱们先复习。This may be illustrated by comparing the position.Of a nation with that of a private business enterprise， 对这呀、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阐明。通过什么来阐明呢？就对比一下一个国家的地位、处境、状况和一个私营的这个企业公司的地位状况来做对比。这个 position 在这就是地位、处境、状况，国家的状况和企业公司的状况。那么具体的介词呢？跟 in 搭配比较常见。本文中用的是介词 in， 三册讲过，确实。处于什么状况之中跟 in 搭配，你比如说 in a 或者是 an， 就看是不是这个元音发音开头了。那比如 in a delicate position， 处境很微妙。 in a dominant position， 处于统治的这么一个地位或处境或状况。或者是 in a favorable position， 处于有利地位。 in an adverse position， 在这就得用 an 了，因为 adverse 元音开头，对吧？处于不利的地位或处境或状况，处于什么地位、处境、状况，跟介词 in 搭配。这个我们看几个例子吧。这些例子在三册的38课咱们讲过啊。比如说 ，She's in the enviable position of being able to choose who she works with。这个女人处于令人嫉妒的、羡慕的这么一个处境或地位，为什么呢？她能够选择她跟谁来共事，跟谁来一块工作。哎，处于这么一个地位、处境或者是状况，跟 in 搭配。再比如说。When two of your best friends argue, it puts you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当你两个最好的朋友在争执的时候，这将使你处境很尴尬。
那处于尴尬的处境地位状况的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使某人处于某个处境，我们看到可以跟介词 put 搭配， put somebody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你看，看过再写，听过再说，我们写作可以借鉴了，对吧？那么再比如会复习三册的38课，Future historians will be in a unique position when they come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未来的历史学家，当他们开始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将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他们可供研究的这个史料就非常多了。历史人只有一些残片呢，一些什么竹简，现在有什么声光电的很多音频、视频的一些光盘，一些什么这个光驱录像带。就放在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处境或状况，尤其强调这个会影响到他能或者不能做某事。本文中用的完全正确。如果呢你这个更年轻，并且处于殷实的经济状况，就家里比较有钱，收入不错，你可能会采取一个aggressive approach。这个 approach 刚才说了是方式、方法、手段 ，aggressive 在这儿可以表示积极进取的，因为它本身可以表示侵略的、侵犯的。或者雄心勃勃的有进取心的，再者是积极进取的方式，就是我想多赚点钱，我追求高的收益。Approach 在这儿就是我们说的方式、方法或手段，就是 a method of doing something or dealing with a problem， 做某事的或者是解决某个问题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手段，它本意是通往某个地方的一个途径，来在这方式、方法、手段，很好理解。那么本文中我看采取什么什么手段，动词可以用 take，有的时候也可以用 adopt， 这两个词跟它搭配最地道， take a or adopt a 哒哒哒 approach， 采取什么什么一个方法或者手段。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例子， This book takes an unorthodox approach to art criticism， 在艺术评论方面，这本书采取了一个非正统的这么一个手段或者方法或者方式。咱们以前在讲字根的时候说过 orthodox 可以表示正统的、正规的、符合传统这个方式的，而 unorthodox 加否定字头就是非正统的、非正规的。那么在艺术评论方面，这本书采取了一个非正规的这么一种方式。再比如说 He decided to adopt a different approach and teach the Bible through storytelling，他决定采取一个不同的方法，并且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教授圣经，这与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方法，用 take 或者 adopt 跟 approach 搭配最为地道，采取某个方法。本文中是你可能决定采取一个积极进取的方式，但是后面加个破折号，后面说但是怎么样呢，只是 only if， 只有你是幸运的拥有一个乐天派的性格，这个 be blessed with，咱们三次就讲过，很多表示拥有好的东西。这个 be blessed with 后面加事物或者人，表示什么呢？ be fortunate in having something or somebody， 幸运的拥有某人或者某物，它就表示有，但是 be have 和 there be 多了一层感情色彩，一定是有好的人或者好的事物。咱们看一些例子。 He is blessed with excellent health，这个人身体不错，幸运的拥有这个非常棒的健康，就是身体很好，不得病，这是好事啊。再比如说 We are blessed with 5 lovely children， 我们很幸运拥有五个可爱的孩子，幸运的拥有。本文中也是嘛，有乐天派的性格也是好的。咱们复习在前面多次讲过友好的还有哪些重要表达，比如说我们说友好的可以用Enjoy something， 这在三册就讲过，对吧？还可以用 be endowed with， 也是有好的东西。但是这个 be endowed with 用的场合更窄，咱们说过，它一般只能使这个先天拥有，天生就具备，就是它自然而然的一开始就有，天生就具备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叫 boast， 也是有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更特殊了，它表示有某个好的事物，它的主语一定是个事物，不能是人啊。如果主语是人的话，这个 boast 翻译成吹牛、夸口、说大话，只是搭配呢就是 boast about 或 boast of something， 但是事物做主语的话翻译成有某个好的特征，而且这个时候 boast 是及物动词，这个在前面这个 Matt or Man 里边我们曾经讲过，这是复习。好，我们分别来看一些例子。
enjoy 表示有，没有什么场合限制，搭配也比较灵活。那主语和宾语没有什么场合限制。我们看看三册的第三课，三册第三课就是无名女神那棵树。他说 The city and what time must have been prosperous for it enjoyed a high level of civilization. 这个城市曾经肯定繁荣过，因为它享有高度的文明。这个 enjoy 在这是享有，注意事物做主语，后面是个事物做宾语。那么在三册的二十一课里边，只有被他人做主语了，可见这个都行，搭配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要求，那就是个普通及物动词。In his day, Mendoza enjoyed tremendous popularity. 在他全盛的时期 ，in one's day 表示在某人最成功、最辉煌的时候，门多萨享有盛誉，享有盛名，有好的东西。那么这个be endowed with 呢？咱们在四册二十三课见过，咱们复习132页第八行。132页第八行出现这么一句 ：Duck, unlike them, the pigeons are endowed with steel-like muscles. 野鸭还有跟他们类似的，还有鸽子，那么有呢钢铁般的肌肉。这个 be endowed with 表示天生就有，而不是后天获得或习得的。这个本文中这天赋能力吗用的完全正确，那就是 be endowed with。 还有我们那个 boast 在四册第三课咱们见过，回顾17页的第12行，前面知识不能忘记啊，17页的第12行第三课里面叫 often the valley boasts no inn at all， 经常在一个山谷里面根本就没有小旅馆小客栈。有旅馆客栈是我们希望有的东西，注意它的主语是山谷 valley， 这个 boast 表示有的时候不可以用人做主语，我们说了用人做主语是吹牛夸口，而且搭配也不一样。好，这是表示有。再回到句中本文中是有什么呢？你幸运地拥有一个 sanguine disposition， sanguine 这个比较文气，就类似于更通俗的 optimistic， 乐天派的，乐观的。咱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两遍 sanguine， sanguine 什么意思呢？ happy and hopeful about the future， 对于未来开心的，充满希望的，就是乐天派的，认为未来会更美好的，就是我们充满积极正能量的这种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optimistic， 大声读一下它同义词再来一遍 optimistic。 好， sanguine optimistic 基本是同义词，表示乐观的，乐天派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是这么来用那么这个词做定语做表语都可以，比如说做定语 She was her usual sanguine self，这女孩子又成了通常的乐观的充满自信的那个自我，可能最近呢情绪比较颓废，炒股可能赔本了，但是马上又恢复到了通常乐天派的那个自己，是这么一个。这是做定语。做表语呢跟 optimistic 搭配都一样，咱们在第八课贸易标准里面讲过 be optimistic about 是对什么什么乐观的， sanguine 后面搭配也是 about， 对吧？比如说 Josh was less sanguine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the country， 就是 Josh 这个人呢对这个国家东部地区的局势不那么乐观了，就乐观会少一些，不那么乐观了，就 be sanguine about 可以同时顺便记住那本文中 sanguine 修饰的是名词 disposition， 这是表示某人的性格或者性情，而且一般他习惯用单数。这种中号里面 C 表示 countable 可数的，但是 usually SING 就 single 了， single 的缩写嘛但一般用单数。什么意思呢？ The natural qualities of a person's character， 某人性格属性的天生的特质，就是一个人的脾气性格秉性，用 disposition， 但这个一般是用单数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To have a cheerful disposition， 那有一个非常笑呵呵的，就是充满积极阳光的，很开心的这么一个性格脾气，就每天都笑笑眯眯的，那有这么一个非常高高兴兴的乐天派的这么一个脾气秉性再比如说 people of a nervous disposition， 就是那些容易焦虑的这个人，性格脾气容易焦虑，容易紧张，容易呢对未来呢总是心里担心这么一种脾气秉性。总之 disposition 脾气秉性一般是用单数但是注意前面加个 indisposition， 这不能翻成不脾气不秉性，这个是表示小病或者小恙，在第28课病人和医生怎么讲过，做个辨析跟老师大声再读起来 indisposition， indisposition 它
它是个 formal written language， 正式书面语，表示 a slight illness， 就是轻微的一点小病，小病。咱们复习吧，二十八课里讲过，在166页第十五行末尾到第十六行，166页十五行末尾到第十六行，看这句话，这句子片段啊。A bottle of medicine formally prescribed for an indisposition of Mrs. Carlyle's， 就是一瓶药，什么药呢？以前给卡莱尔夫人得这个小病所开出的这瓶药。Disposition 表示小病小样，但并不太重的病，并不是一个小样那个样，就是当病讲那个样啊。这是这个最后辨析。那好，再回到文中，他说，并且你非常幸运，拥有一个乐天派的乐观的这么一个脾气，并且怎么样呢？ Won't suffer sleepless nights， 不会遭遇不眠之夜。这个 suffer 咱们三册第九个飞猫讲过，它可以当及物动词来用，叫遭遇或者经历不愉快的事情，就是相当于 experience or undergo something unpleasant， 经历或者遭遇到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后面直接跟一个倒霉的事就行了，直接可以当及物动词来用。咱们看一些例子， suffer pain， 经历痛苦， suffer torture，遭受到折磨， torture 表示非常痛苦的折磨了，酷刑了这种。suffer defeat， 经历了失败或遭遇了失败，等等等等，总之经历不愉快的事情。咱们再看一个例子，看一个完整的句子。We suffered huge losses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我们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经历或者遭遇不愉快的事。本文中呢，这经历不眠之夜嘛，当然是不好的事。后面这个注意介词 over share prices， share 是股票股份， price 的价格， over 什么意思呢？在这翻译因为股票的价格而彻夜难眠，就这个意思。over 这里是个 preposition 介词，叫 because of or concerning something， 因为某个东西或者是关于某事，因为它或关于它，这个时候用介词 over。 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an argument over money， 因为钱而产生的争执，也能翻译成关于钱的争执，都有道理，因为或者关于。再比如说 a disagreement over the best way to proceed， 应该如何最佳的方式来继续，我们产生了分歧，因为这个或者关于这个的分歧。你看 disagreement 后面加 over， 因为或者关于。proceed 三次二十二课讲过，就继续的意思。好，这第一句话看完了，看第二句，他说，我们接着看屏幕吧，看看第五段第二句，他说If you recognize yourself in this description, you might include a couple of heady growth stocks in your portfolio alongside your more pedestrian investments. 前面第一行黄颜色的当然是条件状语从句。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属于这个类型， recognize 本来是认出来， in this position 在这种描述中认出了你自己，你在这种描述中，这里边有我，其实就是你认为自己属于这个类型，就这个意思。这个什么描述？刚才那个呗，乐天派呗，股票暴跌不会遭遇不眠之夜。如果你认为你是这种人，在这种描绘中发现了你自己，因为你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怎么样呢？ You might， 这个 might 可不是虚拟器，这是一个建议，这个非常客气的一个建议。您可以啊，您大可以啊，这样就把一些呢 a couple of 表示两三个了，就数量不多的几个，把几个 heady 这是迅猛的迅猛增长的股票 include 加 in 嘛，把它添加到你的这个一揽子投资计划里面去。那么 alongside 一直到句末是介词短语，在这儿做状语，同时呢跟你那些这个更加平淡无奇的投资放在一块儿。平淡无奇的就是什么？一些普通的定期存款呢，普通的债券可能收益不太高，但大家一般都就去投这个 pedestrian， 本来就行人，形容词平淡无奇的，跟它在一起。alongside 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位置上地点上，在它的旁边，跟它并排，跟它并肩。另外一个是与什么什么在一起，在这是第二个意思，与什么什么在一起。就是如果是你股票暴跌你能承受得了，那么可以选一些迅猛增长的股票，追求高收益。在这里边我们有些地方得注意，首先第一个注意这个 might， 一定注意 might 未必在这是虚拟，在这明显是建议。这是个 modal verb， 就是一个情态动词，used to suggest politely what someone should do， 被用来干嘛呢？非常礼貌的建议某人应该去做某事，这是表示这种建议，客气的一种语气。看一些例子，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to put those plants in the shade， 我这把这些植物放到背阴的地方
这可能是一个好的主意。我建议您把植物放在这儿，这个并不是虚拟，是表示建议。哎，放在这儿似乎更好一些哟。非常客气，我说的不一定对，您不一定听哦，只是一个建议，这个意思。再比如说 ，If you need more information, you might try the internet.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我建议您不妨啊，哎，在网上试一试 ，Internet 网试一试。那就是表示建议嘛，您不妨可以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做似乎好一些，非常客气的一个建议。这本文中也是嘛，你不妨怎么样呢？哎，把那么两三个迅猛增长股票添加到你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去。这个 a couple of 本来是表示一对儿，两个，但拍生意就表示两三个左右。就是 a small number of things 几个，两三个左右，不太多。一般是个位数 a couple of。注意这个连读啊 ，a couple of l 和 of 连到一块儿，大声点 ，a couple of 就是两三个左右。我们回顾三册的23课，新概念三册的23课。I left the bag in the hall, and Robert and I went into the living room where we talked for a couple of hours. 我把这个袋子放到了门厅里边。咱们还记得三册讲过 ，hall 是表示小门厅、衣帽间，不是大厅啊。然后罗伯特和我呢，走进了起居室，在那儿我们聊了两三个小时，聊了几个钟头。A couple of 两三个，几个一般是个位。好，这是那么几个什么呢 ？Heady grow stocks， 这个 heady 在这儿是表示迅猛的。Heady here means swift and violent， 非常快速的，并且非常猛烈的，就迅猛的叫 heady。你比如说 a heady grow， 迅猛的增长，像本文中这搭配，对吧？再比如说 a heady current， 一阵猛烈的湍流、激流，就是水流，这个快速而猛烈，这是迅猛的，就这么一个啊，迅猛增长的。这个股票添加到你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去 ，a portfolio， 咱们在第一段就讲了，这是投资组合啊，然后跟你那些平淡无奇的投资在一起，这个 alongside 我们再复习，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在咱们三册的33课讲过，表示 next to or at the side of something， 在什么什么跟它相邻或就在它旁边，就在什么什么旁边跟它并肩，这么在它旁边，这个看一些例子。这是表示物理上的位置在旁边啊。A police car pulled up alongside us， 一辆警车在我们旁边停下来了。Pulled up， 三册33课讲过，停车本来是表示马，骑马，古代骑马拉缰绳，让马停了 ，pull up 往上拉嘛，在这是停车的意思。再比如三册33课难忘的一天 ，Seeing a cake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 lorry driver who was drawing up alongside the car pulled up all of a sudden， 又出现了 pull up。那么看到一块蛋糕从空中飞过，那么一个卡车司机呢，就是正在往前开 ，draw up 是往前 ，draw 是开车的意思，往前开。这 up 不是往上了，往前了，往前开车，开到与这个小汽车并排的位置，就是准备要超车了嘛，对吧？准备超车了，突然间看到蛋糕飞出来了，所以来了个急刹车。那么 pull up 是刹车 ，all of a sudden 就突然间刹车，来个急刹车。这是物理上与它并排，在它旁边并肩这个位置但是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表示在是与什么什么在一起的意思啊。Alongside 这里表示 together with or at the same time as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与什么什么在一起或与什么什么同时啊。就是你这两个投资同时呢，有这个投资还有这个投资，这个投资这个在一块儿，是一个整体嘛，这个意思。我们也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Charles spent a week working alongside the miners。这查尔斯呢？花了一周左右跟这些这个矿工们在一起工作，或者跟矿工们同时在一块工作。这 alongside 这是强调与什么什么在一起。再比如说 ，traditional beliefs still flourish alongside modern urban lifestyle， 就是那些传统的观念或者传统的信仰依然与这些当代的城市生活方式同时存在，就是可能。老年人有传统的一些观念，年轻人呢有什么当代的生活方式，那同时存在，我们两个同时 flourish 这繁荣兴旺的意思，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与那些更加平淡无奇的投资在一块，你加那几个迅猛增长的股票。后面看第三句，看屏幕，他说 Once you have decided on your investment aims, you can then decide where to put your money。这个前面黄色的到这个 aims 结束，这是时间状语从句。Once 就是一旦你选择了你的投资目标 ，decide on 是考虑之后做出选择，这个不是决定，是选择的意思。咱们一会儿会讲。
白颜色是 句子主句，你这个时候呢，然后就怎么样呢？ then 是副词然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决定，这个 decide 决定了，决定把钱投资在哪个地方。这个 put 是多义词，你看越是小词越讨厌，在这表示 invest 就投资的意思，你就可以决定钱究竟投资在哪个地方。这里面当然第一个先看个 decide on 这个词语， decide on 更正式可以用 upon， 什么意思呢？ to choose something or somebody after thinking carefully， 在仔细考虑之后做出选择，选择了某物或者选择了某人，考虑之后做出选择，注意加 on 或者 upon。 比如说 Have you decided on the date for the wedding？ 你现在有没有选好了这个婚礼的日期呢？大概是哪天举行婚礼呢？做出选择， decide on。 再比如说后面跟人， After seeing all the candidates we've decided on this one， 在看过了所有的这些候选人之后，我们选择了这一位，这个人我们觉得最合适。Decide on 是选择的意思，尤其是仔细考虑之后选择。本文中就是嘛，在你仔细考虑之后选择你的投资目标、投资标的，对吧？这是怎么样呢？你这个时候然后啊，就可以决定，把钱投在哪些地方。这个 put 这里就表示 invest 投资，它比 invest 更通俗口语化一些。搭配呢，后面一般跟 in 或者 into 搭配，跟 invest 也类似。Put her money in 或者 into the company， 她把钱投资在了这家公司。在本文中是投资。好，后面进一步说，看第四句， The golden rule here is spread your risk， 然后呢 if you put all your money into Perwix International you're setting yourself up as a hostage to fortune。 在这里的一个黄金律，那么 golden rule 就是黄金律，就类似我们中国说的金科玉律了，就大家应该遵守的这个定律是什么呢？分散风险，这个 spread 意思很多，它本来不是平摊开吗？它尤其跟风险搭配叫这个分散风险。为什么呢？后面破折号表示解释。然后呢这个先来一个条件状语，条件状语从句，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虚拟的那个这个 Perwix 这个国际公司怎么样呢？你就等于把自己当作是了命运的人质。 set oneself up as，就把自己当作是，把自己视为是的什么，就类似 regard as 这个意思，咱们一会儿会说。 A hostage to something 是什么什么的人质，就表示受制于什么什么的人，受制于命运的摆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风险它未来短期内是不可测的，究竟是暴涨还是暴跌不可测，那么这个命运就得听从它的安排了。这里边有些小的细节，第一个我们看这个 golden rule。Golden rule 是表示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when performing a particular task， 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应该被遵循的非常重要原则，当我们在执行某个任务时，一定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类似我们说的重要原则，或者是中文说的金科玉律，跟这个更类似。做某个任务时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咱们也看一些例子。The golden rule in playing tennis is to watch the ball closely。 那么我们在打网球时最重要的原则，金科玉律，就是一定要仔细的观察这个球的运行。Closely 表示仔细的， carefully。 好，还有那个 spread your risk， 这个 spread 是什么意思呢？它一般专门可以跟 risk 搭配，它表示 If you spread a riskYou invest in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so that if one fails, you do not lose everything. 就是分散，尤其跟风险搭配。就如果你分散风险，你把钱投资在不同的东西里面，因此呢，如果一个东西失败了，即使有一个失败了，那么你也不会失去所有的东西。就是分散风险，投资时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就这个意思。我们也看一个例子。Smith spread his financial risk by investing in a wide range of businesses. 史密斯分散他的金融风险，通过把钱投资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大范围的公司里面去，避免有一家出现个起伏，造成全盘的损失。好，后面进一步说，再回到文中看破到后面，如果你把所有的钱投资于这个 Perwix 国际公司，你就等于把自己当作是命运的人质。这个习语必须看一看。Set oneself up as somebody 什么意思呢？
就像 regard oneself as or claim to be the specified type of person, 就是把自己看作是什么或声称自己是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人，就把自己当作或把自己称为是某种人，叫 set oneself up as。 这个比较特殊啊，我们也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He likes to set himself as an intellectual， 他喜欢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知识分子，或他喜欢自称为一位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做名词知识分子啊，是这个。再看一个例子 Politicians who set themselves up as moral authorities， 这些政客政治家什么呢，把自己称为是自称为是道德方面的权威，就是我们说这个是道德正确就一定正确，喜欢把自己自命为道德权威的这些政客，或者把自己当作是道德权威的政客。本文中是把自己当作，你就等于把自己当作是了命运的人质。这个 hostage 再加 to 这个搭配可以记住。 hostage 三册的十九和性这个贵重的宝贝帽咱们讲过，那它本意是人质，然后后面加 to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 If you say you are a hostage to somethingYou mean that your freedom to take action is restricted by things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就是受制于什么什么的人。就如果你说你是某个东西的一个 hostage， 是什么意思呢？你的意思是你的自由，什么自由？采取行动的自由，要受到什么什么的，受到这个东西的限制，什么东西？你无法控制的东西的限制。就是成了受制于什么什么的人，或者翻译成什么什么的人质。就是你无法自由地采取一些行动，为什么？受制于一些你无法把控的事物。我们看一些例子吧。 With the reduction in foreign investment, the government will be even more a hostage to the whims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随着外国投资的减少，这个政府现在将怎么样呢？更像一个受制于国际油价的没有规律的波动的这么一个人质，或受制于它的这个国际油价的上下的不规律的波动。这个 whim 本来表示心血来潮，突然间要做这个事儿，突然间要做那个事儿，在这儿就指价格的不可测来回的波动，一会儿暴涨一会儿暴跌。如果原来有外国投资的话呢，那没事，现在外国投资下降，政府现在将更像一个受制于这个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这个不规律的波动的这么一个人，或者成为了他的人质，就被他所绑架了，完全听命于他。好，就是我们即便是年轻人投资时呢，也不能太冲动，也应该分散我们的风险，尽管我们可能承受这个损失的能力更大一些。好，到此为止，咱们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文章终于大功告成了。那么我相信能够一直跟李老师学到48课把它完整学完的同学也是非常有毅力的同学，能够把这么一座高山越过，那么前面的障碍我相信都少了一分啊。但是一定记住李老师说的，我们四册学完了并不代表你就会了，是李老师更会了，因为李老师又讲了一遍，李老师每讲一遍我就复习一遍，这几乎这知识我忘不了了，除非我死掉了或者是我老年痴呆了忘不了了，所以一定要仔细一遍一遍的复习，然后别忘记李老师说的，用这个正确的方法去一步一步的落实。在新概念复习的方法，李老师在第一课里边详细说过，在李老师的新浪博客里边有一段音频的录音，那么也讲了新概念该如何去复习啊。这个在我的新浪博客，在百度搜我的名字就可以了。李老师的联系方式啊，百度搜李彦龙博客，第一个结果就是啊，或者呢你在微博里面可以加我，在微博搜李彦龙，或者现在用微信用的更多，微信号就是李彦龙全拼加76就好了，李彦龙76是李老师的微信号。这个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李老师进一步交流。最后一定记住李老师嘱咐的，复习完之后怎么办呢？要把知识真正的掌握，就一个字，一定要用，一定要用，特别是四册对写作帮助巨大，一定要动笔写。哪怕今天工作学习太忙了，哪怕我就写一个段落，比如说我要备考雅思考试，那么我就拿着这个范文的题目，拿着这个题目我自己动手写一遍，写的时候看能不能把他们新概念的句型用上，另外在其他没有讲过的地方用李老师博客里的字典给自己纠正一下，看这单词应该怎么用。
慢慢慢慢，你得写得越来越棒。如果提高口语，一定要要用。如果有机会有英语角，多跟老外去交流。那如果能找一个外国人当男朋友或女朋友，那就更好了。我们天天能跟他聊一聊天。那你发现一两年之后，你比英语老师口语还好呢。英语的秘诀就一个字，一定要用。那么在四册的这个全本书学完之后，李老师在线还专门为了大家练习用，我们还有一个叫写作专项提高这么一个小的课程，就是前面把我们一些重点的句子做了一个归纳总结整理，然后李老师亲自，我们用新概念三册四册的黄金句型写了十篇范文，这是在考研历年真题的大作文。其实不光是考研的同学，在托福、雅思、考研四六级，甚至包括咱们的 GRE、GMAT， 凡是写作都离不开黄金句型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四册尽管课时很长，但盛宴终有散的那一天。希望我们四册的结束不是大家英语学习的结束，而是更高一层次的英语学习的开始。因为我们用我们讲过的知识在生活中使用，在考场上使用，在工作中使用，记住一个字必须要用，把它用活了就好了。好，非常感谢同学们对我们新东方在线的信任，对李老师的信任，购买了本课程，并且能够非常有自律性的一课一课的学完。这个课程新概念四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好，再见。